讲吧，呃，卢台长师傅你好，你好，嗯、你好，啊<好>、呃，我是想帮我妈问一下，啊、呃，她是五三年属蛇的，她的业障自己背，五三年属蛇的是吧？不、啊、要十五杯，看身体啊？对，身身体，你妈妈这一段出问题了，这里到下面。 肚脐肚脐眼这里，听得懂吗？问题大吗？有一点，长东西啊，鼓掌，听得懂吗？呃，他是去年十二月份验出来得了那个癌症，看见了。 台长厉害不啦？呃，请问卢台长能，能他他能过这一关吗？我先来看看啊。谢谢。五三年啊。五三年蛇。你妈妈现在目前来讲，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太好。小弟，你要救你妈妈，要帮你妈妈念经。 要烧很多小房子，听得懂吗？否则的话，你妈妈病会越来越厉害的。目前来看不是太好，我看她身体像身体上这个癌症已经在一点点在扩散了，已经是做了第二次化疗了，看见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是有灵性还是怎么样的有灵性。 你妈妈的就是你爸爸的妈妈，是不是走掉了？外那个呃、那个、婆婆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你叫你妈妈要忏悔，因为婆婆在的时候，你妈妈跟她两个人怄气啊，很厉害。那个婆婆现在在她身上，我看得出这个婆婆长得像男人的脸，就你爸爸的妈妈啦，脸是长长的，这里有两块颧骨，对，颧骨很高的，还大厉害吧？ 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现在她是来要她的命，婆婆来要她的命，因为你妈妈，她婆婆没走之前，你妈妈跟你爸爸讲的那些话，她你以为她婆婆不知道，实际上跟儿子讲了很多话，但是现在她婆婆一离开，什么都知道，她都看得到，可以拉回来了，叫时光隧道嘛。 他可以拉回来，他可以知道当时挑拨你爸爸跟他妈妈的关系，而且他对你妈妈、对婆婆非常不好，所以他现在，他可以到下面去告状，告了状，如果阎王老爷同意，他就可以向你妈妈生，可以把你妈妈带走。所以小弟，现在这个问题我帮你找到毛病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叫你妈妈念小房子念经，要放生吗？要，放生慢慢放，放六千条。 这是放生是让他身体好起来，但是如果你的婆婆不走，他的婆婆不走，你说放了生和身体好起来，他又把它弄坏掉，对不对？对最好的方法你要把根去除，就是要把他的那个婆婆要超度掉走。那师傅能帮忙加持一下吗？要念经的，谢谢要念经的，念几张小房子。 刚刚讲了吗？没讲是吧？说了放鱼。我问问看啊。谢谢。哦，婆婆脾气很大、啊，很厉害啊。你知道她说什么？至少三百张。好啦。好嗯、小弟啊。 不要去害人呐、啊，我们人不能得罪人呐、啊。不要以为在阳间做了暗示，害人家不知道啊，终有一天会知道的。所以做人要凭良心啊，听得懂吗？划不来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真的。